快乐你有事。啊，林醫生，你呢排有冇見到 Nancy 啊？有啊，乜事幹啊？我覺得佢好正，好健康咯。雖然 Nancy 已經過咗更年期，但係佢仍然外表係咁索，簡直係完美美魔女嘅典範。都唔明點解佢仲係成日苦口苦面咁抑鬱。咦，林醫生，你好似唔係好同意喎？其實更年期嘅女士，佢比普通嘅女性患上抑鬱症嘅機會係高兩倍嘅。根據世界衞生組織，真正嘅健康係應該包括埋心理健康嘅。所以更年期相關的抑鬱症問題，我們是絕對不應該忽視的。那心理又健康，身體又健康，就真的能夠成為完美美魔女的典範了。沒錯，如果你有更年期相關的抑鬱症問題，就應該找你的醫生談談了。